然后我们开始跳舞了，好不好？我们扣一下瑟瑟的表情，对，耶、yeah! 看见你们的小手了，我们扣一下瑟瑟的表情，然后开始跳舞了。然后谢谢刷礼物的小哥哥，然后哥哥们可以把手里的星星点一点，玫瑰的花花可以送一送。我们开始跳舞啦，看一下，哎，我有点小卡。Time's running up, tick-tock, and set a mind only a thread of life. Do you believe in karma? Let's live it up like samsara. Someone might tell you life is deadly, but with us it's just one of many. Come on, let us set the tone, follow the rain. Time's running up, tick tock, and set a mind only a thread of life. Do you believe in karma? Let's live it up like samsara. Someone might tell you life is deadly, but with us it's just one of many. Come on, let us set the tone, follow the rain. Don't waste your time, tick-tock, spend eternity on these wheels of light. Take a trip to Nirvana, let's live it up like samsara. Someone might tell you life is deadly, but with us it's just one of many. Come on, let us set the tone, follow the rain. Take me home to some sun.
소리가 들려 yeah. 몸이 녹아내려 yeah. 견딜 수가 없어 yeah. 참을 수가 없어 yeah. 숨이 달아올라 yeah. 자꾸 똑바로 난 yeah. 걷잡을 수 없어 I'm losing control 내가 왜 이러니 너를 원해 Ki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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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by Hu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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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by 좀 더 가까이 날 꼭 不要刷屏加特林现在不能跳加特林了就不要刷屏了不要带节奏了现在不能跳加特林了嗯，然后打一下广告哦，看跳舞这类993二十四小时即专业有颜值的舞蹈频道。嗯，我是本档的接档主播，我叫妹妹。喜欢我的，电邮下角就留一个主播室通知我。方框里可以打一个小勾，手机用户头里上一个爱心加关注，然后可以点亮一下。还有，不要叫我胖子，太过分了，你们谢谢。能不能让我在993有点尊严？真是的。然后感谢所有刷小礼物的哥哥们。我们选一下接下来想看为你们跳什么舞蹈吧。嗯，小黑板上有两支舞蹈，第一个是春姑娘，然后第二个是莱克 cut。对，第一个是春姑娘，第二个是莱克 cut。一或者二刻在公屏上，我们来选一下吧。嘿，然后我们来选一下接下来想看为你们跳什么舞蹈。哥哥们可以在这里有一个免费的星星，对，手电脑用户这里有个签到，然后点心，手机用户左滑，滑开之后，然后有个点心，哥哥们可以把手里的星星点一点。然后我这里是不是卡了？都没有人给我点心吗？然后我们来选一下舞蹈啊，第一个是春姑娘，然后第二个是莱克 cut， 一二三，然后来自天神哥选的第二支舞蹈。然后我们接下来就跳猫不轻敲然后我们接下来就跳这位哥哥选的舞蹈，然后我可以不用刻数字了，可以不用刻数字了，嗯，我们开始跳舞了，不要叫我小胖子，给我留点面子好不好？我哪里胖了，真是的，我就搞不懂你们什么时候视力这么好，什么时候瞎的。猫不轻敲
谢谢小鲁的哥哥，然后打一下广告，打一波广告，打一波广告。看跳舞就来993，24小时即专业有颜值的舞蹈频道。嗯，我是本档的接档主播，喜欢我的电脑右下角这里有个直播室通知我，方框里可以打一个小勾，手机或头顶上这个位置有一个爱心加关注，然后可以点亮一下，点关注不迷路，胖子带你上高速。不要叫我胖子，太过分了，我的脸都红了。好了好了，我承认我胖了，你们不要刷屏了。然后我们选一下下一个麦序，想看我穿什么衣服为你们跳舞。有两套衣服，第一套是一个黑色的小套装，对，一个黑色的短 T， 然后加一个短裤的套装。第二个是一个牛仔裤加一个小吊带。第一个是一个黑色的套装，然后我建议你们选第一套。有没有第三个选择？我要不要不穿啊？要不要不穿啊？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那啥，要吗？要吗？你还要不要？就是迎娶白富美，当上 CEO， 走上人生巅峰啊！我也好想，咱们洗洗睡吧，洗洗睡吧，大哥。然后我来捕捉一下屏幕。第一套是一个黑色套装，然后第二个是一个牛仔裤加吊带。我建议你们选第一套，因为第二套比较保守。你们又会说主播你穿秋装了。快，我选一下，一二三，三是什么梗？哎，我要下去了。